那个长得挺白净。看见没？嗯，看见。打个招呼。打招呼，到时候你开始打招呼。打个招呼。好。好。啊。你得介绍一下，我跟那个接触打个招呼。啊。大哥是刘小平阿姨。哦。刘小平56岁，药厂退休，工资2000元，离异，跟儿子同住。问天了哈，让你久等了哈，小花姐姐。那我也姓刘，我叫刘队长，好。然后给你俩约到公园，就是因为刘阿姨也喜欢逛公园，然后刘叔叔也喜欢逛公园。那对。刘阿姨呀、离婚20多年了，一直啊跟儿子儿媳一起住，这不把孙女伺候大了，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那家是你一个人居住吗？不是，我跟我儿子在一起。哦。嗯，跟孩子在一起。嗯。哦、自己没有住房。嗯。孩子多大了？我儿子36。哦，36，有孙子什么没有呢？有，我孙女9岁了。哦。那你这个过去在什么单位的呢？我老家是辽源的。哦。是东丰县的。哦，东丰县啊，知道了。我也是跟儿子过来嘛，我也是跟儿子。哦，东丰县的。对。我在老家在药厂上班。哦，那退休多少年了？我退休6年了吧。但是我们那工资低。你这个退休6年年头也不少了哈。瞅着人品还行，挺老实，但是长相有点不是太喜欢。毛头的56的啊，这个长得这个就是年轻吧。那要是能从56那老太太相当老一点者，那就不是这个形象了。这刘大叔对刘阿姨的第一印象啊，还挺不错的。为了增进了解，刘大叔又主动的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那这平时都喜欢什么？哦，那好啊，开心。拍照。啊，这个文明使人高尚，旅游使人愉悦。文化水平指定是不行。啊，对，这就挺好了。这个，啊，这直接那上啥了？直接那上。这个两板，是挺美丽的，挺美丽。你的美丽就是我的新年呢。这有话呀，跟没话就不一样。我这人家喝酒怕辣，抽烟怕呛，打麻将还不会。不喝抽烟不喝酒这方面挺好，挺喜欢这种。我这个爱好就是体文体活动，像这个打乒乓球，我每回来说都先上到铁杖里，他那有球案子。啊，到那卖个单儿，就说是我借你这个摊儿喝酒，就这么个意思。没事。等一会儿啊，这个啊，叔特长。发个网球。赢。明显没有昨天自如啊。紧张了。该说不说呀，今天刘大叔这个乒乓球啊，属实是没有打好。刘大叔是很好的诠释了越在喜欢人的面前越紧张越手足无措的这一点啊。眼下呢，这球也打完了，公园啊也逛得差不多了，刘大叔就提议啊，要让刘阿姨上自己家里瞧一瞧。我这小区卫生好，你看这商品楼啊，这卫生都好，钻子这个打的。不行，我那边是回迁楼，我这个吧是小区的正门，哎，我就这栋就是20层，哎，这个我这正对这个小区的这个正门，这个那时候买就买这个好的，它离这个小区那这广场，你看那里头那都不敌这个好的，这是我这个钟楼是最好的，这紧贴这不就是这广场这门口。那时候也贵呀，照别的楼每平方米贵100块钱呢。那也是好，啥玩意儿，1分钱一个。这说着唠着就来到了刘大叔的家，刚一进屋啊，这刘大叔就热情地给刘阿姨当起了向导，介绍起了自己的小屋。这个是我的啥？这个厅，啊，那边是这个，那屋是卧室。才50平的，屋没什么摆设，这是
这都太简单了，这个随便呢，这就缺乏啥？缺乏摆设，这个，真的，这当时这个是简装的，啊，正装我说以后这个，啊，娶这个新娘子了，他，啊，要需要的话还可以这个重新的，还是老大小一点哈，啊，这房确实有点小点，你说比如说。今天晚上在家做说干啥，晚上包点饺子吃，那姑娘啥都搁半拉说回来吃，你这屋装满沫。刘阿姨觉着刘大叔这房子啊有点小，不过眼下的硬件条件啊就是这样，暂时也改不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吧，看看其他方面都感觉如何。就是说儿女要不同意找的，就是说你有多钱地高我不找，就是所以说就没找，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想法是一样。这样一段感情过往让刘阿姨始终没有安全感，所以啊她在面对一段新感情时也有了自己的要求跟标准。我就是早半天我是这么想的，那个因为啥呢，不是说女的当不当家，但是我觉得应该空啥肯定我必须得交，我不交我不行。但是说的因为啥呢，过日子嘛哈，在一起过日子都是那工资卡就必须一般的都应该交给女人管，是不是？这是这玩意儿个人的有这个个人的想法，是这么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最好是啥呢？到咱真能走到一起了，再研究。对于刘阿姨提出的婚后工资卡上不上交的问题呀，刘叔说了，现在谈这个呀还有点为时尚早。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又经过了这一番了解之后，他们对彼此又有着啥样的新想法呢？